我们还是一样的起飞，只不过这把没有日炎。正在觅食。呀，这波应该能给钱啊，换一个，把这积木拿着，这积木。给点 money，把积木拿着，把这底下都拿着吧。整把小法师，小法弟弟，我特别喜欢玩小法师。先给个女神之泪，重装锤石，重装锤石6块钱，挺贵呀、哎呀，可挺贵呀！我这锤石，我怎么给他拿着呢？我需要8块钱。这轮赢了，把这剑姬卖了，锁一手，把锤石拿了。这轮好像不一定能赢啊，我这一看呢，他也不让赢啊，那我也得锁一手。这锤石感觉这不像个坏人呢，感觉像个好人。这锤石小脸这么晒，而且又不是那种穿的特别黑的紫色的。先选锤石，太猛了！哎呀，开始连胜。呀，好像不一定能打得过呀。能打过不？这一个牌不甩死俩吗？啊！哎，差一点儿！哎呀，灯笼没撇出来。感谢虎虎的10个半卡，谢谢谢谢。
居然被他给我拿走了，哎，有点烦啊，有点烦呐、啊，这。我们这轮还无法升级，哎呀，这没法升啊，这怎么整啊？我连败的我就不升了吧，我要连胜的我升一手还行，我连败的就这么地儿吧，不行小绿人撇了。自从看了猴哥的教学，我从钻一掉到了白银一。你搁梦里头掉的呀，你这梦做的挺真实啊。你就没上过你怎么掉，打一年海洋会将他们卷走，精致连败，兄弟们无需升级，自己升呀，这轮可以升啊，这轮可以升啊，升了以后下边给七块挺好。不行，我再上个锤石吧。我操，寒冰都有了，给我给盾，完了被吃了。我锤石要删了，行不行？给大剑全套锁着甲，那不叫我就不除是吧，必须得叫两声才能除，简直了，这来一首鬼叔老母君，后排伤害不够啊，我想想怎么能让这后排伤害高一点，这小法师不行，打不了攻，这英雄，这英雄打攻就等于是白送。
这英雄给撇了，拿个什么给他打个攻呢？我想想啊，拿刀锋打攻吧。刀锋给上个蓝 buff， 那大树也行，但大树也不来呀。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刀锋可比小法好多了。主要靠一手老母狙加锤石，龟叔用龟叔来打人，用龟叔的虚区来打别人。撇他一手，后排整卡牌能好一点，现在虚区还是有点不够。我们主要靠着一手顿顿流，加老母狙鬼叔打点控制，烫点血，感觉谁也打不过呀，这是没有伤害呀。也给我抬走了，我这一看呢，我马上我就没了，我人呀，我这给我整个七连败，没有能打过的人。魔抗的瑞文不要了，这把不玩瑞文，我们不玩瑞文。我们玩小狐狸。迅速拉七，拉七赶紧递。哎呀，先递他两轮，我有重装。这把不用太担心，只要递出来个二星的狐狸，基本上我们就锁了。上个大蛇也行，上个大蛇吧，来个大蛇，拿个猴。我要有个进就好了，后排整个进，这虚区太低了，我小弟一下，
给点后排英雄。这回就有虚区了，虚区还能高一点。打死努努能不能打得死？打死个努努就行。真肉啊，这锤石！真肉啊！给我套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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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尽力了。尽力了，尽力了！给我来一波九连败，给我愉快送走。哎呀，我把这刀锋先撇了，差个狐狸，兄弟们，差一个锁着甲，来个锁着甲。我应该玩福星的，我他妈的，我就应该玩福星。我九连败加个福星，这波35一波大地直接起飞。锁着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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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锁着甲有点难了呀。地道一只狐狸就行。想一想啊，动力应该是凑不上，有没有二星狐狸？再地一下没有就拉倒啊！赶紧这装备给一给，快点！漂亮，我们所写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拉巴找一个妖子，然后我们上个二星狐狸就行了，最好下边能给个锁着甲狐狸，我们就起飞了，绝对的起飞。呀，就你小子二星瑞文呢？你不给我死吗，兄弟？锁着甲狐狸，快给我来一只！我们还得挺三轮，35滴血，这轮如果能赢，挺三轮应该没啥太大问题。这轮赢不了就有点完了。不过他们现在阵容都不算那么特别狠，基本上没打齐呢，还这阵容。
天选狐狸啊！完了！哎，老母狙不简单呐！老母狙不简单呐！老母狙可以，老母狙，老母狙不简单啊！这波赢的不简单，老母狙。给我锁着假狐狸，锁着假狐狸，锁着假蛇女儿，老头儿。哎呀，我好想要这老头儿，我操了！但我狐狸没有春哥不行，我们得要个春哥。还让他给拿着老头了，你们会玩不？你们会不会玩？啊？你们玩没玩过游戏？会不会卡卡别人？这么自私呢都？这么自私，太自私了都！哼，就知道拿自己的东西，有没有点思想头脑？一会儿他直接一个老头，你说谁能打过他？我又不排着他了，你们排着他了，自己想一想。这他妈两个狐狸，我操了，七人口俩狐狸。玩不玩？还玩不玩？你还玩不玩？这辈子都没有建模，这辈子都没有建模。狐狸没有锁子甲，也没有大棒子啊，有大棒子。算是完了，老母狙往左，往左边炸最，再动，炸，哎，老母狙再动，动，老母狙再动，哎我老母狙，老母狙太猛了，老母狙，哎我这老母狙撇了三个大。太猛了，猛的不行啊！狐狸还有没啊？一共他六条，我们这第七条有吧？八九十有，怎么没有呢？有怎么没有？这是一个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个，他有吗？他没有，那就八个呗，八个还有三个呢，运气好点还有的。给盾！哎呀，又剩老母狙了！哈，哎呀，怎么回回剩头猪呢？他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没人打他吗？还后边还整俩瑞文，你放点东西吧，给人家吧。啥也不给呀，主要是锤石回回给他盾，你知道，分女也给他盾，春哥给一个电刀啊，有没有狐狸？狐狸二星就够，不要三星。哎呦我操，老头，还是分女儿吧。
剑魔都不用升。我需要个狐狸呀，刚小猫没拿到哈，哎，有点烦。老母驹不生了吧，行不行？老母驹，老母驹咱不生了，那能行吗？那不生了，给我生，别生了吧，生不上去，生上去也没用，你生三有啥用啊？赶紧给狐狸来点东西，他几条了呀？他六条。这家有吗？这家没有，六条、七条、八条，这家没有啊，九条。打不动了，别刮了。刮的我都有点疼了，都别刮了，刮什么呢？在这里刮什么呢？狐狸有没有？快点给个狐狸啊，大哥！哎呀，终于二了，可不容易。行，就这么地儿了啊。你这永远也不可能升到三吧，这个哥们儿他六个，我三个，九个，这是十个，那家还有十一个，还外面还有一个，我还拿他还拿呢，他不可能升到三对吧，除非我死了。哎呦我操，为啥他狐狸先放啊？给我放一个，你也全死，不用你是瞅在那瞅啊，不用你在那瞅，你也得全死，这就是比谁先出手。他的狐狸明显就没俺们狐狸厉害，这就是春哥厉害的地方。我决定提升一手我的质量。把剑魔拿了，其实老母驹啊可以给一个科技枪，但是后期咱也不太看他，拉倒吧。锤石往前放，锤石往后放，不是防一手那啥吗？不是防一手剑魔拉吗？学到了吗？能防住不？你放这狐狸不容易让人瞪吗？这样啊，猫咪没用，猫咪拽不了，猫咪是来回穿的，那剑魔不一定瞪。你看这剑魔没？哎呦我操！太猛了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！这小子狐狸几条了？能不能来个人把他杀了？你们谁也打不过他吗？这么面吗？谁也打不过他？有没有人能打得过他的？我来，你们不行，我来。有几个剑魔呀？一个剑魔，俩剑魔，就俩剑魔呀。
到我了，我能打死他，我不吹牛逼，我能打死他，炸，再炸，嘣，我四秘术四重装，我打他个三法加两秘还干不过吗？他狐狸连春哥都没有，他这把除非狐狸升到三，要不然他就没个打，他根本他就打不过我。嘿，我操！我从35滴血打了一波十连胜，蓝脸汉太猛了，蓝脸汉！哎呀，我磕着腿了。快点把他送走，送走以后我们赶紧整个三星的狐狸。哎呀，屈服了，瑞文来了，没有人玩瑞文，这把就都是这不是个劫呀，我看啊，这把是劫，这家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儿了，看不懂。不行就锤石站一边了啊，你知道吧，这也行。我们用力气小弟两手一会儿，我发现了啊，这斗猎呢比较克瑞文，然后呢这个狐狸呢又比较扣斗猎，对不对？他都拉到九了，天哪，真能拉呀兄弟，没想到你都拉到九了，我拉九没意义啊，我上三星红，这三个星红还不敌我找个老母驹或者狐狸呢，他差两只，那我们得赶紧地，我们得赶紧把这狐狸给拿了，还有锤石，小猫给一只，我们拉没意义啊，我们不拉了。三星小猫，我说那猫都哪去了呢？这一波能直接给带走不？哎呀，我操！一滴血，两滴血。来个小猫，等他死吧，算了，等他死，等他死把那猫拿了，他把其他都卖了，他是不是在找劫呀？你把那狐狸卖了吧，你没有三星劫你玩啥呢？对不起，你没了。呀，这狐狸怎么不往锤石？给我抡他！漂亮锤石！这狐狸不往人群那放，往这儿放。给我抡他！我拉老头。一只火花吧，
艾瑟给他拿着，莉莉亚不要，把小猫来一只。哎呀，有没有其实也无所谓了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给他拿住就完事儿，把这艾瑟给他拿住，把狐狸给他拿住，他就递不着。我们只要让别人递不着，我们就赢了，这把知道吧？只要让别人递不着，我们就赢了。可以卡自己的钱没有关系，把这寒冰给他拿着。呀，哎呦我操，三星狼人，哎，不过如此，三星狼人，不需害怕，无需害怕。一个狼人而已，哎呀，没有水银的狼人又能有什么用呢？你赶紧死，给我腾地儿，我把那个狐狸给递到山，你快点的，行不行？给我炸！拿下！吹他狼人就完了，我都不用吹他狼人，他都打不过我，因为他狼人没有水银，你知道吗？差点双杀。我是神者。这种没有水银的狼人就只能被控制。最好是吹他老头，别让他老头放上大的，把老头给吹下来，然后直接把狼人先给集火了。我他妈寒冰都要三个，没了。我们这啥都要三呢，差一个，老母鸡差俩，蛇女差俩，狐狸差俩，全部都差俩。一样差两个。